杀青，去吃最后一顿晚餐。哇，到下午没有白天那么冷，白天真的是冷死了，冷死我。也不知道这边这个花是不是樱花，蛮美的。鸽子，嗨，鸽子，耶。国外真的到处都是鸽子，天气好，早上还下雨了，真的杀青了也不下雨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呢？今天晚上吃大肘子。哟，哇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布拉格广场的许愿池，但其实人家当地人说呢，这里根本就不是许愿的，只是一个喷泉而已。这边就是布拉格广场。哇，今天是周末，所以有集市。哎，我打算去集市里面搜罗一下好吃的。啊，现在已经晚上6点多了，但天还是很亮，不错。我来寻觅一下。哇，旁边是教堂。哇，上次来的时候这什么都没有。我来寻找一下上一次比较好吃的一个大肘在这里，然后我来找找看上一次吃的那种上面盖了 cheese 的那个土豆有没有在这里。就是这家大肘子，哇塞，好好吃哦。哇，快来给我买一份，快来，有钱的快来给我买一份。要啥呀？哇，这里有炒土豆，快点给我大肘子，来吃大肘子，干杯，苹果啤酒，好喝，甜甜的，然后有一股苹果的香味儿，味道不错。大肘子看到没？好，再来一口。